实上长时间如果都饥饿，身体会去燃烧肌肉。对，那肌肉流失在失智症是一个很显著的危险因子。我想肌少症在这里应该会扮演一点角色。通常如果不吃早餐的话，他的午餐跟晚餐应该会吃的更多。对，那长期下来会增加胰岛素阻抗的数值，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。TVBS One 的台42频道，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拜托 ATM。